TASS 近日接连传出恋爱绯闻，继队长智孝上月底爆出与前钢架学车鼓手尹成斌恋爱消息后，最近彩英通过 JYP 正式声明宣布了与歌手 ZNT 正在交往的消息，而对于两人恋情 JYP 的回应却截然不同，对此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与彩英大方承认不同，智孝的恋情 JYP 则是保持了模糊的立场，仅表示因为是私事很难核实。官方回应的迅速程度和明确度在彩英和智孝中存在差异，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智孝过去公开的恋情以及他的个人意愿有关，所以决定以观望的态度来冷却此事。但对于彩英的情况，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恋情，且以彩英的性格，他面对此事会比较开放，所以就立刻公开承认了。还有一些人认为智孝可能会继续在 JYP 旗下活跃，但彩英可能不会留下，所以公司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。另外，关于曝光两人恋情的所谓官方推特账户，据悉已被举报冻结。此前他还曝光了韩素汐和柳俊烈的恋情，引发轩然大波。他曾说目标是曝光五组恋情，而剩下的两组将何时被爆出，也让网友相当好奇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